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德国名宿马图斯在日前被问及对于接下来多蒙特对阵车路士的欧冠联比赛的看法的时候，他认为多蒙特可以淘汰蓝军晋级的。马图斯就表示，多蒙特绝对是有能力淘汰车路士晋级。车路士目前排在英超第十名。反观多蒙特，他们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多蒙特现时终于能够每周都踢出稳定和成功的表现。在上赛季，我经常批评多蒙特，而现在我必须同样表扬他们。球队的精神面貌、团结度、信心和意志都十足。多蒙特终于展现出足够的一切。马图斯还特别表扬了安里简和祖利安·伯兰特。他表示，安里简终于可以在6号位置上稳定表现，他在这个位置上非常重要。至于祖利安·伯兰特，也都终于踢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准。他的最后一传和射门都很出色，改善了过去不稳的表现。我是阿斌，多谢各位收听。好波不等人，即刻下载 M 直播，收看精彩足球、篮球的赛事。